现在几点？现在9:08。但是线上有朋友能让我了解一下麦克风是不是收音有正常呢？因为今天没有小编，没有人可以帮我看看麦克风收音是不是有正常。这一台是 Yaris，好，Toyota的 Yaris 大鸭。Hello，早安。这台大鸭哈要安装的是 KT 哦，OK 哈，谢谢回报。好，因为啊，这个我猜啦，FB 哈的直播麦克风啊，应该是差不多要收费了，因为我们把手机更新之后，收音都收不到，好，所以今天拿了一个旧的安卓手机来做直播，希望啊一切能够顺利，能够跟车友们来分享一下这一台大鸭安装 KT 的一个过程哈。那 Yaris 的话，旧款的哦，我们是称小鸭，新款的称大鸭哈。其实这一款的车款呢，在国外的话，底盘已经差不多到了，已经改款哈，甚至是新款的有出了一个 GR 版本，暴力鸭，哇，经理非常非常喜欢，因为经理啊自己喜欢大马力的车子，然后车子的话小一点是更棒哦，所以我很希望啊有一台奥迪的 S1 哦，那个 MQB 的底盘，再加上很熟悉的 EA888 引擎，改装动力潜力啊，哇，非常非常可怕哦。那暴力的话龙门盖哦，原厂就260匹左右，1.6升涡轮引擎。那未来啦，我知道这台车在会有车手哈，在力宝上来用这台车来做一个赛道的成绩，我相信呢成绩一定会非常非常棒哦，因为它的底盘架构啦、动力都非常非常棒。Hello，Duncan You 你好。2012的 Prius 3.5哦，2012的 Prius 3.5代的有啊，我们也有做啊，我们最新款的 Prius 也都有做啊，甚至是 Prius Alpha 也有人分享。好，有啦，我们做的车款做了大概1000多种啊，今天刚好都是 Toyota 的车第一台是大鸭嘛，待会的话是 Camry 的5代3.0款的。Camry 的五代三点零啊，数量非常非常少哈，它是3.0的 V6 引擎。好，那这个我大概稍微讲解一下，因为师傅已经拆好了，要准备要装前面。这个是前面的避震器，前方的话是配置220长5公斤的。然后它这个啊，为什么没有上座？因为这台车是小车，所以它的上座，是有一个轴承、橡皮这些的零件要沿用。等一下拆下来之后，因为这里的组装环节啊比较复杂，那我拿来镜头前面跟大家。或者是刚好有技师的话，我们可以来分享交流一下。好，来，这个先拿给技师，你拆下来了哈。哦，好，那我们来组装一下这个的前方哈。这个的组装，Prius 3.5代的话有附前上座，后面的话我要确认一下。哎，3.5代的话。3.5代后方的话是好像是拖一，好像是拖一臂的系统哈。好，待会儿再确认。来，这个前方哈，我们先把下方的这两个托盘呢，先把它放松哦，这个用手转就可以了。然后先把上方先固定好之后，再来调整这个弹簧的预载值，它的轴承。好，这个轴承呢，这个就只推轴承，这个虽然是塑胶，可是啊，它非常耐用。这个轴承经理比较推那个Fit 的这个轴承哦，超厉害的，很耐用。好，这个密合度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中间孔径刚好是 KT 的这个轴套，然后它这个下方啊，哦，有一个凹凸不平的地方，这个如果啊，这个跟 Fit 一样，如果装错啊，会把这个固定孔哦，会没有装好哦，这个要小心。好，这个我把它装在这个转接座的中间。好，它的密合度就这么棒。然后装好之后，还要再锁一个这个橡皮哈，Fit 也好，或者是 Swift 也好，这个橡皮啊，算是消耗品，它久了之后会压到扁掉哈，所以这个状况还好，所以就可以继续沿用。
这个放上去之后再锁一个螺帽，这个螺帽是用原厂的就可以了。好，当这个螺帽锁好之后，这个弹簧会松松的，我们再来调整弹簧预载。这个螺帽我请师傅帮他锁一下，我们再来调预载。刚好也有车友开大压，好，那我来读一下车友的讯息哈。车友是说目前也是这一代的大压，开了4万公里左右，目前是改 TS 短弹簧加原厂阻尼，如果换上这组会跟原厂的过弯差很多吗？好，原厂的阻尼哈，来我来表现一下好了。这个 Toyota 的小车啊，它的阻尼就是做得很舒适哈，所以啊，这个是前方，一般来说啊，前方是压不太下去的，可是它的阻尼做得非常非常的舒适。好，这个是前面的哈，那后面的话又更软的哈，因为后面是推臂的，所以啊，它的阻尼这么软，这个镜头这样看你要得到吗？好，来，它的阻尼做得很舒适哦。如果啊一样是类似这样轴距的欧系小车，Fit 也阻尼也做得比这个硬哈，或者是欧系小车的话是 Polo 哈 ，Polo 的话它的阻尼啊就会做得比这个硬朗一点，因为我举 Polo 的意思是说它的车子的定位市场定位是差不多的。好，阻尼的话我们待会再来回复车友的问题哈，啊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留言了哈。这个上座哈，上座的螺丝啊已经打好之后，我们再来调整预载。那预载要怎么调整？预载哈，它的弹簧这里有一个刻字，我今天用前镜头，所以它字是反的。220厂指的是它还没有压缩的时候是22公分，我们要把它压缩到21.7公分左右，压缩3到5毫米。压缩好之后，这两个托盘呢、要记得把它对锁锁紧就好了。再来就是有剩下车高的调整。好，谢谢。好，所以啊哈，这个是前面的装法，先把上座的轴承锁紧之后，再来调整预载。好，那我们再回来刚刚的车友的改 TS 短弹簧哈。改 TS 短弹簧的话，原厂的阻尼是不变的，可是 TS 的短弹簧它有一个好处，它的能够车子降下来，车子降下来之后的车子的重心啊，自然就会往下，那操控自然就会比较好一点。TS 的短弹簧，它的公斤数也会比原厂略高一些些，可是它对过弯的侧倾的抑制啊，就没有办法差异很大哈。因为像是这个后方的弹簧，它原厂可能大概不到2公斤，但是改了 KT 之后，后方的弹簧变成是3公斤。我们做个假设好了。原厂假设是2公斤 ，KT 是3公斤，啊，有的车友可能会问说，啊，经理嘛，才差几公斤呢？才差1公斤，可是2跟3差了50%哎，所以它对过弯的侧倾幅度呢，自然啊就会改善很多，所以改了 KT 之后，侧倾过弯一定会好很多。但是说实在话，也是有缺点的哦。如果车友们想要舒适的话，那当然原厂的是比较舒适，可是改装了 KT 之后，对过弯的侧倾是最大明显的改善哈。其实对过弯侧倾的改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把轮胎的扁平比啊把它降低。原厂有可能配15寸，有可能会大压，也有可能会配到16寸嘛，那你可以把它改到17寸，轮胎的扁平比指的就是轮胎的厚度啊变薄了之后，它对过弯的侧倾就会变得好很多哈，所以这个是对一定会改装之后一定会好很多。但是有可能啊，开了原厂习惯，不知道 KT 改装之后乘坐的感觉是不是有符合自己的需求，所以之前影片当中经理也一直告诉各位啊，可以到我们的经销商的据点可以来试乘看看。那如果试乘之后觉得有满意，再来考虑就好了。不然如果贸然改装的话，经理也不希望 KT 的产品是各位所不喜欢的哈，所以很希望啊，大家跟我们小编哈，或者是跟我们的经销商啊来做预约，来试乘，来比较看看，觉得有满意再考虑就好了。好了，也有其他的问题啊哈，来我再来看一下啊，建文，吴大你好，吴大的 Vitara 哈。Vitara 1.4的上座好像偏了哦，
Vitara 哈，它的上座就跟这个很相近哎。Vitara 它的上座啊，一样是一个轴承。嗯，其实我觉得那个上座的橡皮寿命最短的不是 Vitara， 是福斯的像是 Lupo 好，或者是 Bora 那个橡皮超会坏的。但那个橡皮一个才零件的话，大概几百块钱而已啦。啊 ，Vitara 的上座应该这个都是日系车的零件都不会很贵哈。所以吴大可以考虑把上座的话把它汰换掉。Corolla Sport， 黄大有问说 Corolla Sport 多少钱？因为我们背景还在施工当中，会比较吵，请大家见谅一下。Corolla Sport 的话，道路版一样是26000元哈。TNGA 的底盘有好很多吗？黄大有说 TNGA 的底盘呢、啊，像是 Artist 的12代。哦，还有 RAV4 TNGA 太多了哈 ，Camry 的8代 ，RAV4 的5代，哦，还有那个是最早用 TNGA 的底盘，应该是 CHR， 哦，还有很多啊，哦，这些 TNGA 的底盘呢，基本架构啊，会比这个拖曳臂的好很多。但是日系车的 TNGA 的底盘啊，其实在我看来，就跟 Golf 的5代、6代的底盘啊，非常非常的接近，尤其是后面的部分。所以它的操控性，它的主先天的条件好很多，可是它的原厂的设定呢，还是以舒适哈。所以如果是 TNGA， 的确会比旧的系统。我们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同一个车品牌，同一个车系哈 ，Toyota 的 RAV4，Toyota 的 RAV4 的4代跟5代的话，5代的操控明显啊，就会比4代还要来的稳定一点点哈。所以 TNGA 的底盘的确有比较好一点哦。好，当肯大也有在询问到，市面的品牌很多做一个正差跟倒差哈。好，正差跟倒差，它的避震器其实啊都是单筒的结构，只是说正差是避震器，好，避震器的话是在下方，倒差的话是把它做反装。那倒差跟正差的各有各的优势跟缺点，所以最主要的应该是说，它整体乘坐起来的感觉啊，是不是有迎合大家的需求？我记得大概在2009年、2010年左右哈，苏巴鲁那时候经理也非常喜欢这台车哈，苏巴鲁的 Legacy 的 BR9 啊，2.5的这个也是性能车款，那时候才卖150几万，可是马力做到260几匹耶。但是配 CVT 的哈，这个是经理比较不喜欢的地方。但这台车啊，它当时就是配置背式灯倒叉的一个系统。可是后来啦，因为倒叉有一个状况，就是它的自润轴承啊，会比较容易会有异音的问题哈。那毕竟啊，倒叉它是在赛道上衍生出来的产品，即便呢、啊、做倒叉最大的品牌哈，这个是 P 牌的背式灯哈，它还是没有办法来克服先天上一个结构的问题哈，这个不是不好，是它本来就会比较会有一个自润轴承异音的问题。那这个异音的问题，也可以做翻修的状况来改善。可是像那时候原厂也意识到这样问题之后，后来啊 ，BR9 就没有再继续使用那个背式灯的倒叉系统哈，所以各有各的优缺点。TNGA 搭上 KT 的好像如虎添翼哈，倒不是啊 ，TNGA 的如果啊改装了比较优质的一个避震器哈，其实都是如虎添翼。但 TNGA 我们卖的最棒的应该是 RAV4 的五代哈，RAV4 的五代的话，它的车高，因为是休旅车嘛，所以它的车子的重心比较高，开起来感觉比较晃。很多的车主啊，本来是开轿车，那换了 RAV4 的五代之后，都觉得后座的乘客家人啊，很容易会晕车，所以才来做一个改装。那改装之后，当然就会好很多了哈。所以改装不是 KT 很厉害，是原厂的底盘啊，改了好的避震器都会变得很厉害。嗨，何大有询问说 ，Artis 原厂的避震器如果要换 KT 的避震器的话，以家庭用车为主，有推荐的商品吗？以家庭用车的为主的话，像这一台车其实也都是以家庭用车的需求为主，所以啦，会建议的装 KT 的道路版哈，道路版就很 OK 了。
黄大，你是什么车哈？我今天留言比较多哦。黄大的话是Toyota 的 Corolla Sport 哈、哦。如果装了 KT 要不要装仰角跟竖角？好，那我们今天不是黄大问的问题，不是 Yaris 哈、哦。黄大问的问题是 Corolla Sport， Corolla Sport 是 TNGA 的底盘，后方的话是多连杆的系统。如果黄大的车高啊有要降低的幅度比较多的话，需要改装后方的仰角调整器，因为后方的悬 TNGA 的系统啊，后方仰角是没有办法调整的，可是竖角它有一颗偏心螺丝可以调整，所以黄大的 Corolla Sport 如果要改装的话，就可以改装后方的仰角调整器，竖角的话不用改，因为竖角有偏心螺丝，几乎啊都可以调整得到适合的一个位置，所以改装仰角调整器就好了。哎，还有一个 S 大哈，经理有说 Yaris 前面上座的轴承如果装反了会怎样？这个状况啊，里面请坐一下。这个状况好笑了哈，像前几天我们有装一台，有帮忙处理啊，这个是装了其他品牌的避震器，它的上面来请经理处理说它转向的时候会有异音。好，那我们把那个刚刚那个上座拆开之后啊，里面呢、啊、竟然没有装轴承的哈，那个才好笑了。所以如果轴承装反跟没有装轴承的话，在转向的时候一定啊会有异音，因为避震器的结构很多咩咩嘎嘎，如果就算装正了，它的那个孔径啊是不合的，是太大了，它转向的时候会有移动的话，也会有异音哦。所以这个上座的话，安装除了啊规格要准确哈，还有安装的步骤要准确，所以有很多的细节、啊、都是需要比较有经验的技师的哈。好，第一大说细子哦，细子的话我们有一个应该是叫庆丰轮胎的样子哎，华庆，细子的华庆可以 Google 一下，华是一个马字在一个中华的华，华庆轮胎哈、哦，这个在细子哈、哦、可以过去那边了解看看哦。那个老板好像也是开 Toyota 的 RAV4、嗯、KT 安装于蔡大有问说 KT 安装于 RAV4 的五代，希望调到原厂的舒适度，不希望太硬。RAV4 的五代啊，其实它就是很软哈、哦，所以 KT 的话，如果啦调到最舒适的话，还是比原厂硬大概 35% 左右。但是蔡大，我们的 RAV4 五代卖得很好。可以找看看车友们有没有装 KT 的，在聚会的时候啊，试乘看看车友的，或者是说我们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安经销商那边，因为这里工厂空间小，可以找我们的经销商哈、哦。那边的话，如果有装到五代的话，我们就立刻通知蔡大，然后再过去安装之后再试乘看看，都很欢迎的、哦、哈、哦。喜欢经理的讲解、哦，谢谢了。如果喜欢经理的讲解的话，再记得帮我们多多分享一下哈、哦。还有涛大好，涛大新礼拜六也有上班，这个礼拜六其实是我们没有上班啦，我们礼拜因为这里是工厂啊，所以工厂的营业性质哦，就只有做礼拜一到礼拜五。那今天礼拜六的话，是因为车友有两个车友啊，有先预约，所以经理跟两个师傅啊来帮车友来做安装。好，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后面安装好了。后面这一台车其实没有什么重点，因为这一台车的车高，原来的车高大概是3.5指到4指哈，所以车主的话他想要2指到2.5指，啊我也会把他的车高比例啊跟原厂的差不多，前面的话会留2指，后面的话会留2.5指左右。我们先来看一下后方安装好的样子。哎，这个车主也有改了，哦这样太暗哈。这个车主又改了轮胎跟铝圈、哦、这个都还是不错的。这个是15寸的、啊、这一台车如果改16寸的话应该会好看一些，可是这个 ET 值的话选择很不错，它降下来的话轮胎跟叶子板是差不多是切齐的。好，在那个后方啊，它的拖曳臂的系统一样是一个重点，弹簧的话不要预载过多，因为像这样的系统如果啊弹簧预载过多的话，它的弹簧就会被僵住了。那后方的话都已经拖曳臂对路感的回馈都已经很敏感了，所以如果后方弹簧预载过多的话，
低速的时候遇到坑洞不平整的地方一定会不好做。那阻尼的调整，这台车是在内饰板，它的上座，它的上座后方，它也不算是上座了，它的上面呢有一个原厂有个橡皮，对角的橡皮而已，所以这个避震器啊其实也还蛮细一只的，因为它的作动就很单纯，后方的避震器是拖曳臂，所以它就是只有上下的做往复式的运动而已。哦，这原厂真的超软，但这个品质不错哎。这一台是2018年的，但今年的话2021哈，大概两年多。我也不晓得车主的里程数多少，可是避震器的品相跟它拆下来之后的一个作动状况啊，都相当还算松，状况都很正常。有的车款的原厂避震器的寿命品质啊，可能就没有那么好。遇到最多有状况的，应该是旧款的马自达5哈，跟旧款的大概十来年前的途尚，现代的途尚，这两个的避震器啊，是我遇到原厂比较会有问题的。现在的 C5 好像也有一点问题哈。C5 的话，车主之前来安装也都有说车又遇到一些状况哈。就是原厂的品质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理想。好，那这个是前面的避震器灯，有灯可以借我吗？好喝，好，来这样看得比较清楚。这个是前方的避震器啊，前方的话我们配置了220厂5公斤，因为这个车其实还算蛮轻的啦，所以就配置五公斤而已。那它的避震器跟新款的 Vios 啊，其实是差不多，底盘有大概只有差在车重不同，大概都是大致上都是共用的。那我把镜头啊移到上方，因为这个下方刚刚没上面后盖小，因为这个就是一般的卖小车的麦花臣啊。那小车的麦花臣啊，它的上座啊，大部分呢、啊、都是沿用原厂哈、哦，这个是沿用原厂，所以这个杯状啊杯状的一个。机构很容易会积水，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些防锈的涂覆。那如果日后啊觉得需要调整软硬度的时候，就可以从这个地方直接来做旋转，往顺时针就变硬，然后往逆时针的话就是变软哦。好，今天车友有很多问题耶，经理也很乐意啊，帮大家来解答刚刚询问的问题。那待会的话，有另外一台也是 Toyota 的车款 ，Toyota 的 Camry 的车友。那如果啊，等一下有空档的话，我一样会用 Camry 的车款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好，那今天的大鸭的直播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